跟我出去，你出去，我跟你聊一下。干什么？我没说完话呢。你没完了是吧？哎，这个好吃，哎，我给你加一个那个，什么菜来着？一个什么菇吧，我不知道这是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让不让人吃饭？不是那个，是不是没你爱吃的？要不点点你喜欢吃的？不用，学长，你点挺多的了。我不是没什么胃口。嗯， 没什么胃口，你出去啊！你做这里干嘛？我来看看出轨男长什么样，记在脑子里，以后好避雷。你说谁？他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什么误会，就是他出轨，劈腿。林拓，你敢说你没有做对不起小翠的一件事吗？你敢吗？ 来，有本事今天把话都说清楚。林拓，我何心迪要是有一个字冤枉，你就出来解释啊！你说呀、啊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那你就承认了，林拓，你是不是劈腿了？你是不是对不起小劝？林拓，你说出来啊！我出去，你出去，我跟你聊一下。 干什么？我没说完话呢！你没完了是吧？跟我出来！陈光辉，你干什么？跟我出来！陈光辉，你别动啊！陈光辉，你出去！陈光辉，你别动啊！陈光辉，你出去！陈光辉，你揍着你疼我了！你没话没说完，你干嘛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疼死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何心迪，我忍你很久了，我告诉你，林拓没有出轨，也没有做对不起安之雀的事。 你再骂他出轨，骂他不要脸，饶不了你。赶紧走！何云迪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？那你为什么跟小雪分手？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 而且你最近为什么老是请假？你身上这伤怎么来的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别问他了，学长。他生病了，右手不能动了。黄埔，我说他右手已经不能动了，就这个样子，现在就是这样的。陈光埔！ 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还在藏？你要藏到什么时候？都现在这样了还要藏？什么时候算个头啊？你左手不能动了，还藏得住吗？以后坐轮椅了怎么藏？让别人误会你爽是吧？